开始。来，比赛开始啊！看看陈宇飞，他肩项双打啊，这场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？因为单打运动员呢，在肩双打的时候，毕竟在就要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呢，更快的调动自己的这种状态。嗯。跳球出界，其实我们看到从女单里面，她虽然说是打进攻的，可是她的绝对的进攻性呢，她还是不是太强，主要也是负责中前半场的做球，所以陈宇飞更多的还是要注意中后。2-3。双方在放八球，准备接八球。哦，这还是盯着陈宇飞在打，还是发接发。就是战术的多样性，包括技术的全面性发，这个方向上其实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和高度。对。对，你包括很多这个女单的运动员，他们在办这种攻防的能力吧。对，就是单双打你都要会，不能说只会一样。在每一个他，你看他在半场，就是中半场，他平抽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对，因为对手也会害怕他这一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对于陈宇飞来讲，因为现在像单打选手，他兼双打的话，因为他的整个节奏是跟双打是不一样的。嗯。哎，这个球推的球不是很强，因为对于双打来说，现在的整个力量啊，这种能力它需要更突出。嗯，对于刚才贾一凡和鲍一新来讲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偷一个后场球。但接下来两个人在配合上出现了一些失误，再挑给陈宇飞。就是黄雅琼还是想更多双打的握拍呀、啊，和单打不一样。你双打的握拍会靠前，因为这个尽可能呢把这个摆臂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节奏和速度就很难，就是快速的对准球。嗯，那他还是整个场上的握拍方式还是以单打为主。哇、哦，好球，好球，这球。贾一凡啊，非常敏锐啊，看到对方双上双压以后啊，反应非常的快。对，这下对方扑球扑的有点，其实扑的位还是，同伴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。嗯，整个节奏很难连不上，连不上。对，双方其实都连不上。对，他要分成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常规赛。另外一个就是季后赛，每位运动员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嗯。那陈宇飞的整个处理还是打落点，寻找机会。更多的黄雅琼和陈宇飞的整个连贯还是以点杀。这球杀球落点还是杀的不错，对，一个追身球，追身球，长杀，而且是一个。哎，现在就找不到很好的一个位置，嗯，所以就想，因为又比分落后的情况下，就想快速的追分，有了更多的一些无谓的失误。哦，好球！那单打的运动员，他的跑动能力就比较强，没错，一个大对角的，就是与挣扎的能力。对，
对拉后底线，哎，连贯的这一拍啊，好球啊！这球接发，失误，对，对不上。他能力还是挺强的，对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别想着一两拍两三拍就要打死他，你还是要保持一个耐心。掉了，嗯，分对角不错，分对角一下子呢就。他职业生涯经历了比较大的伤病的困扰，对对，也是好了以后，刚刚说就是在你取得成绩和就上升期的时候，如何去避免这些伤病的发生？重要，很重要，对荷兰队，对。对，因为女单方面还是说实话，这个陈雨菲占优嘛，对吧？对，陈雨菲占优。那对于湖南队来说，第一场女双其实贾一凡和包一星，黄雅琼和这个陈雨菲拿到了局点。嗯，在第一局的比赛过程当中，其实双方的一凡和包一星在场上，的判断上面，他不能按常规的双打来执行，所以打的会连贯上面会失误比较多一些。来，我们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。多漂亮啊！这个跃起劈杀大对角。对，如果说是陈雨菲换成是女双的一个队员的话，她就不会这样打。对，一般双打她是很少出现大对角的球。嗯。步没有问题、啊。对，但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耐心啊。球发的太高。嗯，动员的时候，因为他练得确实很苦，嗯，所以一般退役之后有两种，一种是瘦，还有一种就是，一直胖，减不下来，胖的居多。嗯，好球，手转攻。他们是就是很难连贯上，对啊。控制球的能力和做球的能力也非常的突出。那陈雨菲的这种控制就像打单打一样的，打四个点。嗯。轮转，现在陈雨菲到前头，好球啊！嗯。就是你想快。和练双就是你练的每一个项目，你平时用的技术和平时取长补短。嗯。好球，再收掉一拍，出界了。对，刚才这个球的多拍对来说，
经常感觉像是在打双打，快。我发现现在整个风网它。哇、哦，连贯滚网球，没错啊，这球就是。点陈雨菲在后场点，裁判判了。还是集中在打陈雨菲的中路结合部，对，结合部。哇，举牌、还是8-8这个环节，一旦把球四个点打开的话，他们就不是太占优势。还有，还是集中火力啊！好球，高点的分球分的不错啊！这个。两个队伍的第二次交手，啊，再放网，拦掉这球，这个球包心不应该。分对角分的不错，嗯，这球也是勉强，就刚才跟包玉鑫那个一样，对，一样。接发球，这球是出现了史琼，是一个回放往前短球出现失误啊，跳起来。接这球，嗯，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，这球。那这次是出界，主要底线。前防球。贾凡和包玉鑫在连续得分的同时，也找到了场上双打的节奏。哇，这就是自己的失误。他的这种就是主动的拿一些球的时候，他还是显得比较生。对对啊，因为有些球他不知道是不是他该拿的。对。哎，打成这个站位呢，我觉得陈雨菲和黄雅琼呢还是不错的，还是有一定的相持和对抗能力的，啊。接这球，对，就陈雨菲在后啊，这个黄雅琼在前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嗯。啊，但是你看，一旦陈雨菲在前，黄雅琼在后的时候，你感觉。发球为例啊，接这球接内，
接连球，跟进还是？底线还是要看发接发啊。再追一分，嗯，球发的不错。哎，这球挑出来我就觉得要出边线了。这个球挺惊险的，没两边底线挑开，球出了底线，嗯，下压，保持主动，反击，连续的扣杀跟进。现在蓝调，陈宇飞杀中路，换发球，应该是17-20落后啊，然后追上来24，这球啊，发的太高了，这球，嗯，晃一个滚网球，这球运气不错，运气。一号位，球发的太高了。继续盯着陈宇飞在打，26，嗯，陈宇飞把球挑到底线，两边分开，连续收掉中路啊。还有还有，接力球，还是这个打到29平，就是先谁先到30为胜啊，但是没有打到28-26啊，这个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，这样的话陈宇飞呢和他的搭档啊，就为浙江队呢先拿到了这一分啊，湖南队丢掉男女双的这一分，真的是比较可惜的，哎，让人有点意外。